来，大家，各位过来，各位过来，哎，再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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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这边啊，哈，之前啊，差不多将近10年前啊，哈，社区有规划一个河滨公园哈，啊，因为缺乏经费，而且人员也不足。 荒废很久了哈，尤其是我们后面那边有一个莲花池，莲花池也10几年没有用的，我们一起来把它做看看，不然这个荒废在这边也是会制造我们社区的一个脏乱。分三种，有金露花，有雪茄花，有珠母奶。 迪波琳娜，那这些东西的数量总共有3000多，我说那这样子好了，3110把它3分，3分，所以说规划3个区块。以前这一排有40盆的桂花盆，我们做等分处理，把它围成一个范围。那中间这里把捡出来的石头就近，因为石头太多了，这是河床地啊，石头太多了。 把石头清出来，这边做路，分山区的出水口。大家互相帮忙，啊，不然一，大家来做，才有迄个，嘿啊，这个一两个月来做做无后悔，啊嘛无迄个成果出来。办过鱼缸，后尾有妈妈家属总共有，总共差不多100人多鱼啦，这是大家付出的啦，哦，拢来做这鱼缸。 政府甲咱补助经费，咱买只火灾安尼吼，咱遮居民大家共同出力吼，来完成这个代志啊。兴趣啊，为社区为咱社区做一寡公益啊，啊会当互大家欣赏到水的风景啊，啊，佫会当帮助咱运动啊，环境较水，心情当然会较轻松啊，啊，看到足侪人来阮土城遮运动的时候，感觉足欢喜的啊。 根据历史，涂城里这一片呢、啊，在早期300多年前，都是一片沼泽水草地，鹿非常的兴盛，很多。那么原住民平埔族跟泰雅族呢，居住在这里，长期以来靠鹿为生。我们这一带呢，这个鹿就被平埔族他们呢、啊、送到哪里呢？送到顺。 大里溪出海口到了鹿港，为了纪念这样的一个历史，所以这一次发起这个主题呢，我们请修平技术学院来协助，啊，来把这个主题呈现，所以叫做“花鹿返乡”。 墙壁本来就很单调哈，还很单色啊！里面非常同意啊，做社区绿美化的活动，画上去之后哈，感觉就整个社区活络起来。还有后面还有很多居民啊，像里面很多居民就已经在预约下一次一定要画他们家。 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画画的，所以老师就是特别指派我跟另外一位同学一起过来，然后帮学弟妹一起画这个墙。第一次画社区，感觉很不错，很累，可是。
很好玩啊，对啊，第一次在帮社区画这些图，对啊，非常的就是荣幸可以帮他们一起画。画图是我们自己的兴趣啦，对，能够让自己的图放在那个社区里面，然后让大家观赏是非常，对，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还蛮棒的，同学投入很投入啊，对啊，然后学生就是做的也很开心，然后大家就觉得，哎，也不是只有每次都来这边帮忙社区什么扫扫地什么的，而是可以帮真正帮到社区去画画，然后更多社区跑来跟他们讲说，哎，你们画得很漂亮，对，然后让他们觉得很荣誉吧，能够来帮到社区这样。3D 给它立体化，让来这里参观的访客呢都能够感受到这个路的情况跟景象。我们土城社区有103棵的芒果树，啊，都种植在草湖畔旁边，哈，咱这些草有半瓦低，啊，景色风光宜人，啊，夏天哈，这些啊，我们成荫哈，绿地，非常好的哈，风景风光。啊，我们土城社区预计将这103棵芒果树作为我们土城社区的社区产业。啊，这做这山啊，真新鲜吼！咱会当我们怀念咱小时候，哦，咱拢看到这山啊，咱都袂当等甲伊红，咱就来踏山啊，做山啊吃，可以做出不同的风味，看你个人喜好啊，这是一种很好的哈，那个乡土口味和美食。很好吃，真的，自然诶，栽上诶，在那个树上刚拍下来的，好吃哦。最传统的吃法，我们今年呢，哈，已经有做80斤了，啊，现在又做了35斤，哎，还不错哦，还，哎，那个老人关怀老人家的哈，他们来吃啊，哈，都说赞。